再擦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希望在深圳留下一个特别的回忆。每一场我的现场演出，我都喜欢有一部分是非常 jazz， 非常即兴。这个即兴包含要随便抓一个人上来跟我一起合唱。所以现在全球直播的状态下，也有一个人要上来做一个暂时的女朋友了。我有一首歌叫做《亲亲》，是我跟我的师妹 Peace 来唱的。如果会唱的人或有勇气的人，待会我数到三可以把手举起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合唱这首歌。来了，一二三。OK， 拿着那个 ENJHK， 哇，这是什么商场的？这是你的。工作人员可以给他一支麦克风。我真的很佩服这种敢举起手的，因为我以前在台下看我自己喜欢的歌手，我都不敢被 cue 到，就连他说哦把手借给我，我都不举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秋，阿秋你好，很开心可以在深圳跟你合唱。那我们来喽，亲亲送给大家。Yeah.